四哥，我真没骗你，我要骗你，我田大五六户我不得好死。那不行，我得让你入土为安啊。别，四哥，别别别，我身上有300万。等会儿说，只是那钱现在不在我手啊。别四哥，哥，你放我回去，我有一特别值钱的东西，我能换回你300万啊。你有什么东西值300万？你身上长了10个腰子。四哥，你信我的呀。四哥，我在这呢。我去上胡四，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追！你在这挡着呢，我怎么追啊？抛锚了，车熄火了。安队，我不得不说，你这车撞的是真有水平啊！但凡角度不这么刁钻的话，我也不至于一点都过不去。突然窜出来一条狗，是个意外。你跟胡四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去汽修厂查胡四的时候，你非得让我打头阵，就是为了让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，方便你做自己的事儿吧？自己的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在胡四的办公室放了一份报纸，报纸是董小慧被杀的案。你把这个报纸给胡四，是想暗中向他传递什么信息吧？张警官，你是在审问我吗？我只想知道为什么。你不信任我？你值得我信任吗？刚才你是故意放走胡思的吧？不然的话，就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没必要向你解释。既然这样，明天我就让刘局把你调离。上车，还敢跑？走，上车。进去，带走。警察同志，可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。杨明同志，可算把你给抓到了。欣姐，这杨明不会又搞什么幺蛾子吧？算了，我们等他主动联系吧。
说重点，别让我像挤牙膏一样。那天晚上我确实去了一趟关家，当时只有关金涛一个人在。我问他取的300万是不是给我的，他竟然说从来没想过给我这钱，还说就算把这钱扔了也要给我。不过他那天脾气出奇的差，跟他平时不太一样。你姓杨不姓关，我凭什么给你钱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把钱都拿出去喂了狗，我也不给你。你们一个一个全是寄生虫。我说老关头啊，我说就算你不给我钱，那财产不有一半是属于我妈的吗？那我妈的不也就是我的吗？什么？你妈的？你妈也一分钱没有？你个混账东西，给我滚出去，滚出去！哎呀，您还骂人呢，你还说我呢，你个老不死守财奴，混账东西，我骂你我还打你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，别碰我。老关头，不给钱就不给钱，别演啊。喂，按照杨明的说法，他离开关家的时间和监控拍到他离开的时间是吻合的，但是他说的关敬堂的死因跟尸检报告对不上。你说对吧，沙姐？要么他撒谎，要么关敬堂当时没死。安队，你说的。由始至终，杨明都没有过分的关注那个磁悬浮小物件，所以磁悬浮的事儿应该跟他没关系。黄伟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杨明的心理素质极其的强大呀？也有可能，毕竟他是……我看不像。你再仔细观察一下。那你是怎么知道那300万在张丽梅那儿的？因为那天晚上他也去过关家呀。我想的是，他也应该是得到了消息，抢先把那钱先拿走了。在张丽梅家，你做了什么？住手！啊啊啊！娘，娘。
药啊。杨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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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是想要他的钱，我没想害他的命。我真不知道他后来会那样，我以为他没事呢，结果后来在医院，他没几天就……后来常顺就把他妈的死怪我头上了，我这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常顺骑摩托车追你的那天，发生了什么？是他骑摩托车冲出来撞的我。我为了躲他，我自己都掉沟里了。是他自己冲进河里，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，警官。那300万呢？藏哪儿了？这就是我最冤的地方了。我从张丽梅那儿抢回来的那个箱子里，他装的根本就不是钱，他是冥币。那5月23日晚上，你是不是又偷偷去过关静堂家？我是去过。做了什么？我是想着他们家那时候没人。我进去拿点我妈的首饰换点钱。那你拿了吗？没拿。我确实没拿。我到了他们家看见我妈那些东西，我突然很难受。我妈平时对我挺好的，当时她还在医院里。我想着趁这时候还偷她的东西，所以最后我连他们家门都没进，我就走了。那天晚上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人？没有。没有？你去的那天晚上官家丢了一个沙发凳。不是，我是穷疯了吗？我拿那破沙发凳干嘛呀？最后这两个问题他在撒谎。对，太明显了，我都看出来了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安队刚才说的没错，这磁悬浮的事儿看来跟他确实没什么关系。关键是为什么撒谎？可能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吧，就像蟑螂一样，脏处多了藏不住了，偶尔跑出一两只被人看见了很正常。秘密和见不得光有什么必然联系吗？能见光为什么不能说呢？说了还是秘密吗？你干什么去？回来。没，我没去干嘛，我就是想理清一下思路，我这脑子里太乱了，都快拧成麻花了。你看这红衣女子到底是谁？这磁悬浮装置又是谁准备的？这消失的沙发凳去哪儿了？现在这300万到底在谁手里？我去试试。杨明，别等到来不及了才开始后悔。我知道你要当爸爸了，你妈妈年纪也大了，你现在也算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廖凤琴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不可能，前两天我去医院看过她，还好好的呢，顶多就是受了点惊吓。我没有骗你，她得了癌症，晚期。她瞒着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我可以申请安排你们见一面，但也许是你们母子俩最后一面。你好好想想。安队，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辛苦了，想起什么再跟我说。好。辛苦了。啊，对，死者叫陈虎，是关心信老公。据关心信交代，陈虎是最近几天才来到本市的，因为他和关心信在婚姻问题上产生了分歧，所以关心信避而不见。他曾多次骚扰关心信，期间他还和常顺发生过肢体冲突。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？初步判断是上午10点左右。那个时候他们俩在哪儿？据他们交代，他们是在石梅公园，大概下午2点多的时候回到了这里，先是发现房门被打开，
进了屋，后来发现了死者的车，进而发现了死者。屋里有没有少什么东西？暂时还没有发现。王松，哎，杨明和廖凤琴见过面了吗？见了。把监控视频发给我。好。杨明，妈，我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关几年就出来了。你看看你这都说什么话？还不知道悔改，在里面好好配合，好好改造，等出来了之后啊，得好好改改你这性子，找个活儿踏踏实实的干，别再像以前那样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了啊。你看看你啊，这是干嘛呢？你自己都说了，不就是关几年牢吗？不至于的，咱犯了错就得认罚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。你妈我当了一辈子老师，却没把自己的儿子教好。妈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什么？您病了，您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告诉我，我能陪您去看病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我没事，我身体还行。医生的话呀，我都记着呢，药也按时吃着。我得好好的多活几年，我得看着我那大孙子，还我奶奶呢。妈，你好好注意身体，等儿子出来了，儿子好好孝顺你。嗯，好，有你这句话，妈就知足了。来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安排你跟杨明见面的。你先稳定一下情绪，把刚才没说全的话都说完。反正
我也不知道我昏迷了多长时间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那个姓关的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我报完警之后越想越生气，就去了个电话把他骂了一顿。等一下啊，谁啊？系好了吗？系好刚才说那箱子。英子，你怎么还敢来呀？我是来道歉的。不用，你走吧。不，英子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真的非常抱歉，当时我太着急找杨明，一时冲动失去理智才会那样对你的。我错了，特意过来给你道歉的。如果一会儿你有空的话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行吗？用不着。英子，英子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真的希望得到你的谅解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杨明现在不在你身边，你更要照顾好自己，注意身体。我实习那会儿跟过一段时间的民事案件，其实像吕兰英这样的女人不在少数。一开始我也不理解，不过后来我也慢慢明白，人和人的成长环境、教育背景、人生经历各不相同，自然想法也不一样，人渣大有人在。吕兰英呢和杨明在一起，说明杨明在吕兰英的眼里还是有优点的。至于关宏建那边呢，就很简单了，大概是因为吕兰英没有钱又怀了孩子，关宏建的钱呢算是及时雨，所以就选择私了了。我已经不试图去理解他们了，只有在他们向我寻求帮助的时候尽量去帮他们。哇，安队真辛苦，这也太拼了吧。让他多休息会儿吧。嗯。不脆啊！你没事干吗？我没事啊，你有事？刘局让我还得过去一趟。你不早说！就这一根了啊，不许碰了啊，给我留着。哦，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哟，回头啊，你进来。还以为要请我吃大餐呢，这什么馅儿？行了，你正经点。哎，刚才尚杰啊跟我说了胡四儿的那个什么情况，你给我说说清楚。妈，能说的都说了，没什么，毕竟是从省厅调来的嘛，紧张过头了。报纸的事儿可能我没有证据，但是昨天你的车撞树上，导致胡四逃逸，理由是突然窜出来一只狗，你自己不觉得荒唐可笑吗？就知道有人要告我的状，幸亏呢我提前准备了。这是我行车记录仪拍下来的，二位请过目。啊，我也觉得挺荒唐，挺可笑的。这，行了，其实尚杰这么做，按照程序来说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你说你有这个视频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哎，行行行，怪我怪我啊！
太忙了，忘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忙不是借口。哎，我说，你们俩是搭档，是同志，要相互团结，相互信任。你作为一个老同志了，工作兢兢业业，能力、品德都没问题。可是你得改改你这我行我素、粗心大意的习惯，好吧？嗯。这尚杰呢，年轻有为，有朝气，有闯劲儿，刚来局里就跟大家打成一片，这非常好。哎，局里就需要你这样，嘿，了解新生事物的这种同志，而且做起事儿来呢，认真、谨慎，一丝不苟。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过犹不及。这个过分的谨慎呢，就变成了多疑，这个也得多注意啊。知道了，局长，我手头还有个报告，先走了。哎，去吧。哎，不是，你就不能把他调走吗？行了，你不知道现在啊，这局里有多缺人，是吧？我知道你平时工作忙，一个人顶两三个人使，可是这上节一来我就派给你了，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哎，这种便宜啊我不想要，哪个组想要赶紧打包带走。嘿，哎，这两人都是倔脾气。先别走，黄伟说在医院找到了一个目击者，是张丽梅病房对面住院楼里面的病人家属。张丽梅死亡当天，这个家属正好在病房里面照顾老人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病得那么严重，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们就转院吧。哎，行，好的，那明天再说。他看清楚是什么了吗？说是当时正在打电话，没太在意。黄伟干什么吃的？这么重要的线索第一轮走访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？你也不能全怪他，他都快长在医院了。最近那个病人家属兄弟姐妹多，当晚正好是他轮班，后来就回去了。这次是来办出院的，要不是黄伟想要再坚持做最后一轮走访的话，这条线索就彻底丢了。走，去看看。这货从哪搞这么辆车，娘们儿唧唧。奇怪啊，这目击者看到这有图案，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冲进房间的时候没有呢？这些图案可能是突然出现或突然消失的。会不会是投影仪？有人在外面通过窗户把图案投射进来，或者事先在这个房间里安装了某种设备。上前。少姐，你是哆啦 A 梦吗？怎么什么都有？拿去查一下。医院后勤了，这个是远程控制空调的设备，不是他们装的。这个医院的空调温度是统一控制的。那为什么有人要安装这个设备呢？黄伟，当时就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吗？也没有什么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当时冲进房间的时候感觉有点冷。哎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也没在意。再说这个，我也实在是想不到跟案情有什么关系啊。怎么了？这个墙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。不对劲吗？你们有没有用过一种马克杯，就是特殊材料做的，遇到热水
他就会变出图案。哎，我就给我妈买过一个这样的杯子，可以定制照片，瓶身是白色的，只要热水一倒进去，照片就显现出来。我妈可喜欢了。难道这面墙就是这个原理？